2019年5月1号下午5点的时候，17点，这个线我刚接上的，这个灯也在这个地方，这没对，跟我的设置不一样，这个线没有接上的。刚才把它接上，这灯应该是这个样子，是我出去之前，晚上出去之前的设置，看到没有？这样，有人进来过，可能从上面翻过来啊，怎么样？从这边或者从正门进来，把那些那个也去掉了，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这应该有个照相机，也去掉了，怎么回事？也可能刚才我出去忘了还是怎么样，搞不清楚。反正现在是2019年，2019年的5月1号傍晚的时候，下午17:04，1分钟的录像时间，现在是1分钟。